健康厨房，欢迎洪师傅。嗨，王大姐，你好。各位朋友大家好。清凉一下，百元大餐又来了。洪师傅要给观众朋友介绍什么菜呢？今天做的时候会让你吓一跳，叫芒果干炒素肉。哦，怪哦。我们先看一下材料有哪些。好的，好来，这个芒果干哈，这一包，红椒片一袋，素肉片。洋芹、凤梨、马铃薯，就这样。哦、哇、欸，真的不一样哎、啊！看起来这食材应该吃的时候就是那种甜甜、酸酸、咸咸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好聪明。好，哎、欸，我这边先来试一下，等我这个盖起来。真的，真的，这个洗净哦，是真的非常重要。有人去带这里。这一台真的很好用哈，这够用哎，超溶氧的，洗进去可以把农药啊、细菌哦都杀光光。嗯，哎、欸，我们的凤梨是用罐头的那种凤梨哈，哎、欸，罐头的对，啊，这个马铃薯啦哈，好，好，这就是一般的那种芒果干，这个咱的芒果干啦，啊，这哦这不干啊，这个对马来西亚那边的，这菲律宾的，菲律宾，哎，就带回来的，好吃，哦，味加芳，这免洗啦嘿，因为叫做那个袋哈，哦，袋啊，咱成功包装啊，这个哈切掉哈，切皮。好，好，哎，这个稍微砍一下好。知道我提这个啥？这是当炉，砰，是啦，这是个锅盖啊，好好玩哦，真的，它这个，哎，砍两下。这个哈、哦，上面可以放，给你放这个汤匙哎，嘿，而且它还有设计哦，它这有这个孔，它可以这样子。盖起来就整个闷住了，然后可以打开会有那个气可以出来，所以有时候要闷，有些菜是要用闷的嘛，就把那气孔关起来，这样、哦、对吧？水棍啊，对吧？就更加速、哦、好快哦！而且我刚才知道，因为它有很多的尺寸哦，这算小、啊，这算各有各中诶，各有各较大诶，因为起码吼，我家庭内底哦，一二十个人咧，迄都爱用大鼎。对啊，咱这包即摆有一口真好用啊！即摆吼，即个食咱即个啊马铃薯，甲加油来，咱甲你穿烫一下吼，穿烫一下哩哈。即个红辣椒蕊，过来酸瓜毛蕊，啊，这酸瓜吼，所以很特殊吼。哦，整个这样一起下去。啊，你看，安尼色水水无？真水吼。嗯。啊，锅盖有盖个。看哦，盖上。哎，盖。关起来。它会焖得很快哦。先加速，这个店你嘛好用了哈、哦嗯。啊，你另外这边坑这个款嘛是，真喜欢了。很好玩哈、OK 哦。不会占地方。好用哈、哦。好用好用，真的好东西，真的要跟好朋友分享。你看我拿起来，你看哦。加速真的好。加赞对吧？加热。哦，对吧？安尼好啊哈。现在来我来倒起来这个嘿。所以这个穿烫的部分呢，也是把它烫到透。安尼这么好。叫下落去啊，哈，再高点哈，高点哈，要差点哈，对吧？哦，这紧张哎，对吧？跳跳跳，一个就是赛伟人吼，对吧？害一只有一个弧度，啊，弧度是肯定害的，哇，没照皮啊，不会跑掉。哎，有专业设计哦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哇哇，专业设计。高点收在一个弧度过来，对五点，对吧？哦，过来。专业的就是会有感受到这种专业的设计。所以，爱感谢这个公司的吼。这个跟咱设计这个还好的物件哈，对，这个啊都乌醋啦嘿。好，刚刚放的是黑醋，现在放的是、啊、这个香油。香油。哦。那个今麦洗干净了哈，今麦洗干净就要紧哈。因为它加热速度很快，所以要洗干净。这个哈，这个味淋。啊，那你感受这个菜是什么口味呢？啊，过来这是啥？糖。糖啦哈，啊呢，啊乌醋什么口味呢？甜甜咸咸，什么口味呢？酸的。结束也好啦，好，我较重味，我今日搁加一段时间好啦。乌醋其实嘛是好物件嘞，好物件，好物件。我们人体里面也需要这个黑醋的补充。安尼类吼，滋味的话，吼，糖公公嘛，吼。阿姐嘛，吼，今晚你来，我今晚搁加多啥嘞？加多这里都，安尼还没问题。啊，勾芡。一点点就好。好。量多，量多就够了哈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看，好，好，站稳，好。黄师傅，
你之前都用那个新鲜的芒果哈，对，再来用芒果干，应该会口味不一样哦。这都啊创新的，嗯，你无论啥物件，拢一定爱个尝试哈。对啊。然后尝试了袂歹，啊就用的啊，这个菜哈，我这个咧在马尼拉用啊袂歹的。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菜应该很下饭，对不对？很下饭，而且又很开胃。哦，安利台湾哈，太好了，OK 啊，这就是洪师傅今天给我们介绍的这个芒果甘草薯片。洪师傅来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些话吧。好，观众朋友啊，大家要用素食，哦，啊，这个顾身体做环保，啊，搁在咱后边咱的这个还搁真好，这个节目后边诶，搁真好，这个做啊节目底啊，啊，咱无存在吼，继续甲恁捧场，甲恁看哩，谢谢。